各位，我们今天安平，在台湾这个农历七月，各地都会有这个普渡活动，然后有一个地方普渡活动非常的特别，也有它的特色，比如说，头城有这个抢菇，恒春有抢菇，基隆有很盛大的这个那个中元祭，那我们今天要拍的就是这个安平的菇棚祭，据说它已经是这个台南市的四定重要的民俗，它有多特别？一般我们看头城抢菇，恒春抢菇，他们都是很高啊，有人会上去爬啊。但是安平这边是纯粹祭祀用的，就是说它特别之处在于它会用一条白布条，一路延伸到水里面，利用这个毛细现象会把水往上吸，象征的就是接引的这个老大公他们上来，让我们来祭祀这样子，等一下我们去看看，就在附近而已。就在那边。至于它的历史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网络上有很多人已经拍过了。我们这次来就是纯粹想要体验一下，来亲眼看一下这个菇棚祭的过程。夕阳好快就结束哦，刚才还很漂亮哎，就这样绕一下而已，它就不见了。等一下会渐渐变暗，然后它这个菇棚祭都会在这个农历七月九号。在这晚上七点举行，所以现在大概六点半左右，我们现在慢慢过去。那这应该算涨潮吧，满潮，水位很高哎。现场已经来不少摄影师在待命了。这就是菇棚。来看那个白布了吧，看到了吧？好久没有看到五台车了。晚上不知道有没有福利可以拍给大家看，我们期待一下。他们已经准备差不多了，因为它是白布，一路延伸到这个河里面。各位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道路，一路延伸到这边，延伸到上面菇棚那边，下面这有两个小房子，这是他们说这是男澡堂、女澡堂。就让这个老大公上来之后，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梳洗，换上新衣服，干干净净的上去上面，享受人们祭祀的大餐。还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两位写的“有求必应老大公，有缘相助老大公”？据说啊，能爬到上面去享受那些祭祀品的，是不简单的老大公。我们不能称好。兄弟，因为他们这次祭祀的不是一般的好兄弟，是有能力的老大公。哇，我看到他四个脚都吊着猪公哎，然后他上面这个就是隔架嘛，就是一个竹竿，然后包着很多那个祭祀品，然后旁边那个绿绿的那个是空心菜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拜空心菜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吧？在河上观光我有听到船上的导游在介绍这个菇棚，好悠闲他们好悠闲天哪！阿伯啊，痛噶！开工了七点要开始了，他先请大家到那个庙里面来拜拜。谢谢。
一次就掐钩了，前姑，我们的老大公们沿着水道香路，上岸来给大家敬奉。你会看到这每一个这个贡品上面都会有空心菜。不见的这些兄弟老大公们已经开始在享用了。好啊，以前我们说过这坡陡坡陡坡比坡陡比陡，啊，今天除了有苦有度，还有福利，好吧？我们等一下去看。福利起来。庆幸吼，我们这个疫情最近有比较，那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啊！第二家也是要很最重要的，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还是要戴好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来，播下来，咱动下点好了。上吊下十二种孤魂来了。10点了，谢谢。他这个幅度啊，听说会到11点过后，然后才广播看可不可以修花。谢谢。所以我们要等到11点多，明天还要上班，好久没有拼了。其他的交流庙，其他的交流庙，往的人
吼去分发，会加入庙方的人去分发，吼。自私十一点了，现在就要来请示看这个一切有没有圆满，圆满呢，我们就可以来修这个红咒什么。来使用我心，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大圆满，来给你化经，你若欢喜，你拜托地方名，行了，行了，圆满。新的留回去，旧的要做烧化哦，这也是他们一个传统。这是去年的观音文咒，都供上咱的老大公。来，苏良丽，苏良丽老师，苏良丽。鸽子来了，鸽子来了啦！哈、哦，鸽子来了啦！我们刚刚恭送完这个老大公之后，我们不做压最后。等一下就要那个做修花，那个开始走，来来这样这样，这样过，对对对对对，好一步，我做一下，好，然后呢，走，发财金，大家平安呐！哦，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。终于，哎，不敢相信，我在这里待了快六个小时，啊，可以为了体验这个安平孤蓬祭啊，那我也没什么力气做什么结尾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普渡，拜拜。